My friend, how are you? OK, 跟你讲什么了？就是关于这个鞋子的。因为什么？我最近呢，有去跑步啦，还有踩单车啦。我发觉我的鞋子有的时候你大呀小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你放几多个啊，好像你放一个就里面，两个里面还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放一个就里面，两个就里面也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怕不是你的脚很阔，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很滑，不是这个很阔，所以变成你要加两个三个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不需要加这么多个，就是很简单。为什么？那譬如说我的鞋子用这个方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一样东西是那种，就是一种水滴下躺下来的而睡觉的啊，因为我已经那种没有用，所以我来了 good idea， 就是用一张好像软软的那种，很软的，跟那种普通的胶不一样。那种你看上市面上还给人家做一种躺在地上的睡觉那种的，做体操啊什么什么都有的。所以你呢找到一张根本不用，很便宜。因为比起来，如果你买这个很有贵，这个因为鞋子的东西它已经弄好给你，真的很贵。如果你自己 idea good idea 放着用它来代替你的鞋子的点呢，还很方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鞋子的点每一只款式都有，有的时候我们穿起来很滑很滑，所以我都试过有次踩单车，为什么我鞋子滑来滑去，最里面我的脚捉不到那个鞋子，其实个区位不是问题。后来我就研究，如果放两个三个也没有用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那个不要给它这么滑，所以就选的 good idea， 就是找到一块东西。我们呢为什么要缝那种东西呢？就是因为那种东西比较粗粗的，你看里面有很多很多小夹的，所以你的脚呢不会怎么滑，所以变成它很容易捉住，令人家好像黏住的脚一样。所以你穿的时候，对，我穿的有点感觉有点热热，但是一种热热如果你穿得不是很久的，你习惯也是蛮觉得没有所谓。因为为什么它能够贴住你的脚，不会滑来滑去滑来滑去，所以你穿这个鞋子垫你穿得好舒服，有多人加两个三个不需要。当你觉得这个鞋子我要加多一块，其实一块就够，看你怎么扎上去。就是因为那个鞋垫就不会令你的鞋子很滑，你穿起来很舒服。我觉得我穿很多鞋子没有那种鞋垫给我，所以我就自己的 design， 就是自己的 design。 为什么？那很简单。然后呢我将这个我去那个区位弄两个出来。哎，我怕弄错上次已经一个教训了，我不用这么，我神一点。然后拿把剪刀来了剪刀那我就我要争取时间，不用浪费你们的时间你们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，我知道的。所以我也很醒目，很体谅的了所以我剪一个给你看先如果你说它好不好呢，我觉得对，好像穿起来有点，因为它比较很紧啊，穿在里面好像很热咁样，事实上系一种感觉嚟嘅。如果是滑滑的，你穿住个鞋子在里面呢，你根本就不舒服，好像个鞋子在里面困啊困啊。还有我感觉可能影响到我的脚有点痛，就是因为我的鞋垫比较滑。穿起来滑滑滑，所以变成滑滑滑，最里面滑滑滑，所以变成它弄得我的脚好像受伤一点点，所以有点痛。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弄了之后没有脚痛，
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就是这么简单嘛，就是那个鞋子很简单，本来它有一块的，啊，你 ，OK， 你扎上去也，那比如说，好像你看到适合位置，又不适合你拉出来解封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能有它，好像这么两块的。都可以的，没所谓，你可以扎。但是你觉得啊，那块很厚啊，我要一块，你那个不要了啊，只系弄一块就够了，好像那个拉出来就这样，你咁啊套进去，这样啊啊，咁啊套进去套好好 ，OK 啦。咁你说好不好用？所以如果你试过咗之后，你就知道我的发明系市面每度都卖的。因为什么？它通常我们买个鞋子的鞋垫啦、啊，我穿好多鞋子都感觉到它里面很滑，穿到我的脚好有点痛，好不舒服，好像那只关嚟，最里面关嚟关去，关嚟关去，所以变成我有那种改良我自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希望你们用得着。OK， 好的，请订阅，拜拜。